一件事情澄清一下，就是就强制性行为跟偷拍这两个字，已经是检察官到最高法院都不起诉了。所以我希望未来不管是媒体朋友们或是网友们，都要斟酌用字，因为我会刚好最近很熟悉法律工具，对，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给我人生一个开口，对。没有做的事情就不要再加在我身上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那严医师，这是裁决的部分呢？是吗？一件事情澄清一下，就是就强制性行为跟偷拍这两个字，已经是检察官到最高法院都不起诉了。所以我希望未来不管是媒体朋友们或是网友们，都要斟酌用字，因为我会刚好最近很熟悉法律工具，对，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给我人生一个开口，对，没有做的事情就不要再加在我身上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那严医师，这裁决的部分呢？和解部分呢？Thank you.